这个来自电台的演讲是赞成的，然后请我们回应。接着我就在演讲上自己回答，今天的四月三十一日就决定四月三十发生高老师和张老师之间的一个临时改善名册，改善音乐台名册，提上音乐台名册，而且现在想想当时我们决定，就是。